要趁着早上，去一个地方，看看，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，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去看一下，然后下午，有一个可怕的事情，晚上应该可以跟你们分享，Let's go。这里呢，离我家又不是很远，然后又有冷气，然后又可以买一些东西来吃来喝，然后景观又还不错，是一个好地方。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，只是今天才有机会来到这边，然后我就要趁着还没下雨之前赶快回去。OK， 简单的编辑了一下影片，然后有一部 vlog 已经编辑好了，然后还剩下一部 vlog 跟一个影片的创作，LA Tech 可能真的必须要稍微的延期一下了，然后社团的文案我最好趁现在赶快把它给处理一下。从我现在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，等一下就不一定了，所以先继续把事情处理一下。ノコギリ，嗨。